你去干嘛？穿纱丽。嗯。来，小高兴。嗯，你爸爸妈妈换衣服去了。今天他们要去拍结婚照。一会儿跟高哥、烧鸡去拍结婚照，去庙里面。结婚证必须得有，必须得有照片。哎呀，没反应，我们这咦，咋来了？今天这个手机？找个，还是找个领带吗？嗯，咋回事？穿着人字拖就行了。我那个啥。一会儿拿身衣服过去照完相，我就把这身衣服扔了。扔了你？穿上它受罪了，我感觉。不是那个咖啡剪个彩的时候，种咖啡剪个彩，你还得穿这个，哦，是。是吧？挣完以后你就把这个放在山上，谁穿谁穿。对。他叔叔什么的。给那小伙也行，他叔叔也穿不上。嗯。那小伙能穿。他叔叔比你瘦多了，就是。哎呀。哎呀，转过去我看一眼。嗯，哎，呵，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阿布擦一下就行。嗯，我去给我看看，高兴，你别老看外面了，对，看看你爸爸妈妈干啥呢？看看，你看你爸多臭美呀！嗯，这个傻丽自己还穿不了。哦。你得把戴个尼泊尔的帽子。嗯，他们不都是这么照吗？哎，过去。手机。这是在这缠呢。38圈。嗯。也不嫌冷。嗯嗯嗯。这是尼泊尔傻丽的穿法。烧鸡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一种吃的叫粽子，也是这样缠，缠的缠的。怪麻烦的哈。烧鸡，记得楼顶上照张相算了。嗯，高兴。哎，手机，行不？那这不认了，法院不认。你看不是庙里啊，得从庙里面。要不我坐后面给你们当佛爷。讨厌是不是？嗯，亲你，哎呀。嘟嘟，又不哭了，啊？嗯。嘟嗯。这手机穿纱丽穿了半个点儿。又脱了。咋了？给小孩喂奶了。裹上来，花半个小时裹上来又脱了是吧？嗯。这么漂亮啊！还穿拖鞋，不冻脚啊？穿这个高跟鞋。啊！出发。看看烧鸡今天是漂亮。你来了，谢谢。嗯。你来吧，小王。我睡在路门那吧。不怕冷嘞。穿裙子，你说穿那个麻烦吗？这个。别知道，耍了给。哎，好好好。手机。我来拎包。我说你连车都耍了。自己先拍，自己先说，镜头给你。怎么了？对，没法。
我也没来劲，都忙了。嗯，快过去，有啊。还没冻利索呢。哎，穿个啥哩？倒是漂亮，就是太麻烦。他们这个就不是，他们这个就不是衣服，这不就是布吗？是穿布裹的。嗯，穿过啥裹啥的，裹包也行，裹饺子也行。去这个大庙，哎，多麻烦啊！这块可以随便进。上次老高来穿的很随意，穿个拖鞋。穿去。嗯，哎，那牛撒尿呢？那也不能过去喝了。啊，治新冠，印度人就喝这个。这个高哥，这也算是故地重游了。今天是牛多了。牛多。神庙嘛，这个是这个牛人神。这也没啥变化。现在就在这里面，嗯。是的，这个。渣渣会，这手机让渣渣会买过来给。啊啊！哎呀，这买卖干的。哎，要我。嗯，咱们那儿的庙是你要啥有啥，你花钱，没有没有的。这没有。嗯，用完了估计。等会儿吧。嗯，哦，哎，这是啥济公？对呀，感觉没有我大。嗯。我这风景挺好，紧挨着湖。钓鱼的好地方。你都不要你你吃肉太多了。烧鸡，你们尼泊尔人可以结婚几次？我说、啊、可以结婚几结婚几次，你跟高夫不就结婚一次了吗？还要结？我说你去年不是在这结了一次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昨天不知道结婚这个穿，嗯，哦，没穿这个，对啊，啊，现在这个，那天你们不知道结婚，你们俩就过来直接提卡了。回去，明天回去，我出国了的、嗯，你的结婚的这个照片有哪里？嗯，就这个给来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上次是准备不足，穿个拖鞋。上次有点草率了，啊，是啊，我那看小道视频，我说老高咋这么干的？那是我在国内嘛，我都不知道，烧鸡，就像现在一样了。太阳归落山，是去庙里面，我去庙里面干啥？他们是头一天说的就要来庙了，我和小道不知道。啊、你的包。烧鸡今天是不是还得摆一桌了？哎，你不动了，是不是还得吃顿饭了？是不是还得吃顿饭了？你做的肉他们还不吃，牛肉。